你以前身体无啥好，想到今日你开的这台遮尔饱，我只是想要确认一下，即摆叶志成哪会找到？伊就开始有这么大的动作，一定是有啥物目的。你即摆应该做的代志，就是好好塞弄曹凤，把伊的心留给我，不要让伊冷死。杜大人，你也是无讲话清楚，你前下为这房间行出来，我就愈怀疑你的这房间是有其他的目的。其实杜家杜成专来搞我危险。那杜成，恁两个人到底是啥问题？我刚分手几天，那有可能什么问题啦？这两天我有甲厝内股份重新分配，我要给小峰甲小强，手内有一定比例的持股，阿妈嘛有拨一寡拨款给你。其实是我三个月之前有安排预约一间中午的餐厅，这个名额就给您去。我有信心，我先带你回去头头准备，然后嘛顺续回去办公室整理一下物件，我等下再来接。只要恁的感情看起来如何，曹峰就如无可能会回头。安尼我才会当摕到离婚财产。张嘉玲虽然真有个性，啊，不过伊的感情啊，无成就你这样，要到时阵我甲曹凤去平静顺利，你这边说出状况。张先生，我怪你以前身体无啥好，想到今日你开的这台遮尔饱，我只是想要确认一下，今麦叶志成哪会找到？伊就开始有这么大的动作，一定是有啥物目的。你即马应该做的代志，就是好好塞弄曹凤，把伊的心留给我，不要让伊冷死。杜大人，你也是无讲话清楚，你前下为这房间行出来，我就愈怀疑你的这房间是有其他的目的。其实杜家杜成专来搞我危险。你跟杜成恁两个人到底是啥物问题？我刚分手几天，哪有可能啥物问题啦？那个杜成是小狗。我不希望咱家的人甲伊有任何的交差。嘉玲的个性无可能暗藏这种代志，伊绝对还佫有其他的理由无讲出来，我一定会查清楚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